浸水米，下米浆，地瓜菜，蒜仔，水大滚，蒜仔，茶汤水，芋圆仔。较早要食一碗冬至圆，自阿公到阿母因东西啊，就爱无闲几落工。到今嘛，我常常阁会想起阿公骑自行车，在磨好的米浆对巷仔口转来的形影。用几袋仔的米浆，嘴口白红，肯定阿公家己做的医疗。面顶靠一支畚箪，畚箪上头用锁仔白点医疗。利用畚箪甲医疗束白的立头，甲果浆的水分滴出来，拿落去医疗下底的烟筒啊。有当时啊，上顶端阁会加放一粒石头，一粒扁扁那尖头的大粒石头。自细汉胃肠都较壮的我，阿母有交代。准备去，唔通食伤济。其实我袂爱食，只不过若看到其他的细小啊，会较好奇尔尔。古早人讲：冬至红，过年忙；冬至乌，年头疏。今仔日外口有雨沙啊。后生嘛，煮一鼎圆仔，捧去楼顶敬神拜祖先啊。听候收落来，食两粒仔，意思意思。感谢佛菩萨保庇，一家大小平安。